民政党一直以来都是以民为本，你们是在我们民政党最艰难的时刻来跟我们在一起。我要向你们说一声，谢谢。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党，我们有这个万众一心的精神，我们要做好的东西。 我们要给建设性的批评，这个是我们民政党的角色。党工，党工，党工。